sebut single Pascal. Ha, sebutkan Pascal. Kita berhenti dengan semua maskot. Si merek, merek berbanding. Thank you.
Stephanie， 你知唔知今次音樂會嘅主題係啲咩？我梗係知啦，因為我係好稿啊嘛。我哋嘅主題咧就係 Everyday Heroes All Around 啊。其實只要細心咁留意咧，日常身邊咧都會發現好多值得欣賞同學習嘅人，就好似我身邊嘅李軒咁樣。每次同佢夾都覺得好神奇，因為佢係需要稿啦，背得曬啦。俾啲掌聲我哋，俾啲掌聲。介紹了電影的主角阿金啦，咁跟住不如就介紹另一位係現實中的 hero 好啊。非常好，今年咧我哋好榮幸可以邀請到 Trooper Symphony 嘅音樂大使 Adrian Anatoma 殷兆基翻嚟香港同樂團一齊演出。Adrian 咧雖然天生只有半截嘅右手手臂，但係佢用唔同嘅方法去嘗試克服學習嘅困難，從而成就今日嘅佢。Adrian 咧喺13岁嘅時候已經加入加拿大國家青年交響樂團，之後就獲得獎學金入讀世界知名嘅柯蒂斯音樂學院，亦都喺耶魯大學同埋哈佛大學分別修讀音樂同埋音樂教育。作為一位宣導者同埋教育者，佢仲喺多倫多同埋波士頓創立咗音樂倡議組織添。跟住落嚟咧 ，Adrian 將會喺台上同大家分享佢嘅故事，並且會聯同其他嚟自唔同背景嘅樂手演出3首嘅樂曲。是和 Trooper Symphony 一起演奏的《流浪者之歌》，亦都会和二胡乐手杨恩华以及钢琴家李蓉蓉博士合奏的《查尔达斯舞曲》，和由 Adrian 小提琴家丁怡杰、中提琴家丽明、大提琴家贝洛安以及我身边的钢琴家李谦所合奏的钢琴五重奏乐曲《这就是我成贝多芬第9交响曲》。我哋而家以熱烈嘅掌聲邀請 Adrian 同埋一眾表演者。
就真係。啊，白痴啊，真係。